什么？什么笑屁？笑屁！还行吧 ，OK 了。我刚刚完了。OK 了，谢谢鼓励。谢谢。好啊。你们支持吗？哎，你们真的很嗨哦！我刚刚有看到你们那边撞来撞去。注意安全啊！可是对，注意安全。没关系，开心玩。是职场的。下次一起玩啊！不是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开约啊！开约啊！开约喽！对，没错。要先准备啊！可是要先准备，真的有时候是一个问题。等一下，好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哇，真好，对不起。下一首歌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先走。好，哦，好，再来。那我们就开始下一首歌。是的。这首歌呢，是干嘛？我忘呼吸一下吗？好，这首歌呢是描写我们的故事，也不算我们，就是写给大家的故事。现代人的爱情呢，就像一杯牛奶，牛奶。然后其实我们大家都乳糖不耐，可是又很想喝，就是明明知道会腹泻，可是还是一直要喝。对，所以这首歌就送给还为爱情烦恼的你们。对，再来这首《Homeless Love》。